下嚟后面呢间足浴店成交咗2500万，点解要足浴店呢？俗称叫按摩店，系咪简单啲咧？会点解下下都要讲足浴？从牌照上有乜着数啊？望住呢个盘子、图迹、位置图，同埋睇张相啦。睇完片记住嚟上环 Master Guide Referee， 今期推介 Carabinero Tart Underneath Got Foie Gras Carabinero Yuzu Sake Jelly and the Caviar。 哇，仲有 Free Welcome Drinks from Jessica。 See you here。 Hey， 对对对，啱啱今日消息嘅时候马上扑到落嚟同你睇啊。听日咧飞去印尼啊，有个亲戚结婚，好开心啊！阿爸阿妈啊，哥细妹一齐过下去。星期一翻嚟，几日冇得同你拍片。望住呢度，桂林街君满足呢个正宗推拿足浴，应该连埋侧边呢个君华理发嘅。咁就市传成交咗2500万，租金我手上有嘅资料就系60000蚊，回报2.88厘，唔算高啊。原业主2011年用11300万买嚟，望望楼上。咁啊，成个铺嘅时候咧，就讲紧系啊，2011年咧11300万，而家就沽咗，大概咧2500万到12年嘅时间。地铺建筑面积就大概1000尺，阁楼应该系一个自建阁嚟嘅。咁我因为睇应该唔系一个入职阁，但系我唔系最肯定啊。咁啊，就加埋系售750尺到啦，门阔大概有1尺啦，深嘅时候咧大概50尺到，但系咧佢入边比较唔系太过深嘅，后面奇怪少少，图纸你见到噶啦。嗱，望呢度放埋嘅先，呢个咧就讲系点样足底按摩啊，连埋呢个发廊啦，呢个就小巷单边嘅位置啦，去到喺后面嗰度啦，咁啊唔争再入埋去你玩边嘅人。咁个一路扫入嚟啦，一行行行，入边啊打下麻雀几开心啊！嗱。佢咧個鋪頭咧就嚟到呢個小巷單邊位置呢一度，就嚟到呢一度嘅。但係佢呢度咧應該就好大個天井位嘅，喺咗上面咧就嗰、那個遮住個天井位啦。咁先鋪內嘅使用面積咧就唔大嘅，但係出翻嚟外面咧去睇翻先。呢橛咧就比較桂林街就係靜嘅桂林街啦，僻啲嘅。桂林街道理上就好旺嘅，全部街市嚟嘅深水埗嗰邊。咁但係呢一橛咧又斜路得嚟，又比較僻啲咯。咁啊就下面咧就講圓洲街咯，嗰邊就講黃金商場啦，嗰邊就旺好多噶啦。嗰邊嘅桂林街嘅時候，如果呢間鋪擺喺嗰度嘅時候咧，就 double 啊 triple 嘅價錢。但係向翻呢邊咧就講係青山道就會比較弱啲。所以三大優勢嘅時候，感覺就叫大件啦、免闊啦，又會租下喺度啦。麻麻地就回報唔算太高。咁啊，同埋就呢個位置比較僻啲嘅，又斜路位，需要感覺2500万到，我明嘅，大大件呢、這個普普通通一個五，我又明點解賣到一個五分位，一個五分位，一個五分位，再影多次樓上先，咁啊五分值十分之算一分手手嘅時候，同埋咧要留意一樣嘢，足底按摩，咁咧就基本上咧都係，如果足底按摩嘅時候咧，按咩係四肢以內啦，呢個嘅膝頭以上嘅時候咧，如果係異性按摩咧，就需要攞個按摩院嘅牌照啊。但是如果是同性按摩都没问题的，同性按摩就按边都得。但是如果异性按摩的时候呢，在这个膝头哥以上四肢以内的时候呢，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呢就要拿这个按摩院牌照了。所以如果按脚底的话，男性女性异性同性乜性都好的时候呢，那都没问题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都说就这个按摩脚底按摩脚底按摩。但如果全身按摩是异性的话就要拿个牌照，拿按摩院牌照极度极度难的。又要城規，又要警署，又要呢個嗰樣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唔鬼攞。咁啊，好，咁就個嗰個物價啦，呢個大概一個五分米，收租穩定，地位 OK 嘅，民生有需求。嗰個物價，阿妹租鋪繼續揾我，城匯商務基金創辦人李錦玲，多謝。